的，我跟你讲，大概就是这样。对，台上的迄个各位老师，诶，迄个大家的迄个准备申请，啊，我的迄个台语嘛是袂足认得吼，但是我试看卖用台语讲看卖，因为我直接用台语咧迄个演讲。啊，我的资料伫迄个大概第三页到第五页的资料，大概你大声我写，再看迄个即个部分吼。啊，拄啊，迄个葛教授、葛老师有讲，讲为虾米迄个对讲这个问题真严重？我举一个例，吼，差不多两年前，房地产台北要上悬的时阵，有一个台大医院的住院医师，去永康街的一个豪宅买看厝，吼，少年的住院医师，结果迄个销售个案的迄个暗场的小姐在那在讲，在看一个讲无两句话讲，咱。彼此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只要厝是你买会起，台大医院的迄个医生哦，五十年前可能是迄个老母娶查某囝客，迄个嫁妆买去啊，买送互人来，即马伫当时变做只六撇啊，安尼哦，这毋是六撇，这是台湾咱的制度有问题哦。啊，我今仔的主题真简单，三粒球哦，用三粒球来大家迄个介绍迄个主体问题的概念哦。啊，这是迄个美国啊、澳洲先进国家因的迄个，就是讲主体发展的一个状况哦。啊，不迄个一般来讲，差不多有50%-65%是购物哦，就是拥有房子的市场。啊，这条线切过来，这边叫租屋哦。啊，伫那国家内底，差不多嘛有30%-40%左右是迄个租屋的市场咧运作和发展哦。啊，这部分其实有的是差不多安尼切，因为这公共住宅其实伫咱台湾是两当迄个较热门的是社会住宅啦，社会主体哦。跟啊，无同的国家可能有诶，对5%-25%哦，不等。啊，另外一个是迄、那个民间的迄个租屋市场，差不多25%-40%。简单来讲，就是差不多因诶迄个先进国家差不多30%-40%是租屋的市场。无论你是对迄个政府来的，还是对迄、那个。迄、那个民间的迄个房东企业家家己咧经营，但是伊个购物市场的迄个拥有房子差50%-60%哦。咱来看台湾这粒球是安那，要求哎安尼，这粒球太拢挖伫遮哦。台湾咱政府一定拢足迄个自豪啊，骄傲讲台湾的房屋自有率真高哦，有迄个80%啊，像。但是等一下，咱来大家分析，就讲这84%，敢是健康的，还是问题出伫底？啊，要求过来这边租厝的，啊，社会主体看无，这粒球目睭歹，根本看无吼，8%吼，这是伫国际是一个足可耻的数字。即马五当的社会住宅的迄个政策，目前要的是8%，要不增加偌济吼？租屋市场，规台湾的租屋市场就小，嘛不健全吼，伊差不多嘛差不多无到8%，无到10%吼。啊，而且即个过程内底伊的问题是安那吼，就是讲，如同刚迄个高老师讲的吼，迄、那个。购物市场虽然有拥有84.4%，但是即卖少年人买袂起哦，尤其台北、新北，这都还用薪水都还没讲哦，更何况台湾即迄个经历20年，另外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就是同阿高教授讲，贫富差距剧烈恶化哦，对32倍到96倍的贫富差距的恶化哦，啊，变作一堆少年人。就薪水领了都较少，但是房地产对迄、那个即20年差不多起3倍哦，啊，所以等于买袂起。啊，阮有算过吼，即摆少年人若买薪水，用薪水吼，纯粹用薪水去买厝，伊差不多爱偌久？算诶，差不多爱挖1000栋。有滴人领20K，啊领迄、那个。
伊个二十五 K， 你伊个伊个你无其他投资的管道啊，是恁爸爸妈妈，无你是无一个好爸爸好妈妈，但迄个钱也是得房地产叫你吼，差不多算什么爱一千单。哦，你就爱对中国的什么唐朝啊、什么宋朝开始做工课啊，我托。好，啊，所以这唔是，这主要是因为咱的房地产去，要去做迄个商品，哦，而且变做投资炒作，哦，即马迄个房地产唔是家己买买起来徛，伊是买来买做迄个趁钱，迄个用的吼，哦，啊。自住的屋主嘛，无受益，那等到加来迄个投资炒作的迄个带来的负担，那当然，即几档的过程内底，加来上面鲑鱼回流吼，资金就是去炒房地产吼，甚至不排除要有迄个中资吼，中国的资金伫遮，啊，另外一种台湾的租屋市场，伊规模有够小吼，啊，而且。去哦，迄个花敬群花老师形容叫做乌市，哦，为虾米乌市？就是讲90%的迄个租住的迄个行为，其实迄个拢用自用住宅的名义在申报，所以政府嘛唔知影偌济人咧，迄个偌济房东咧，到处咧出租，哦，而且房东因为用自用住宅的名义咧，迄个出租，所以政府也无这规定啊，无扣着税，啊，迄个。但迄个政府咧合作遐弱势者，其实伊个迄个啥租屋市场内底租金补贴，要其他个迄个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迄个合作弱势者的政策。但是这部分因为房东用迄个无报税吼，伊惊政府惊迄个伊呾收一个领租金补贴的房客后一卡步。迄个政府的国税局就来来扣税，吼，所以迄个政府、迄个房东拢无爱配合迄个政府的迄个租金补贴的政策，吼。啊，社会住宅这部分其实足少的，吼。啊，这因为比例足少的，所以变作迄个你买需要的弱势家庭，还是少年人，基本也无遐多。迄个借由迄个像迄个澳洲啊，迄个国外的社会住宅来迄个。迄个来解决伊买袂起迄个房地产的困难吼，所以变作一个恶性循环吼。伊恶性循环是迄个房地产愈来愈贵，但是即个房地产变作是一个投资炒作的功夫吼。啊，正经要需要大个人买袂起，啊，买房地产的伊无要摕出来出租，因为伊基本上是要做迄个投资用途。啊，你摕出来出租买啊，就折旧吼。可能大三比折旧了，你个计小的无遐管吼。那而且迄个租屋市场的问题，就是讲纠纷也真多，啊，投资报酬率也无管吼，所以伊迄个甘愿搭厝，迄个空迄个空起来来饲房啊，伊就是摕出来出租，伊就是要等候过两三冬，房地产都起起来的时阵，搭卖出去，趁迄个房地产的差价，伊无爱摕出来出租吼。啊，对迄个房客啊，甚至对房东来讲吼，迄个台湾的租屋市场的保障无够吼，权利义务啊，你拄到迄个歹不好的迄个房东，还是拄到奥 K 时，房东拄到奥 K 时，所以伊的权利保障拢无够吼，所以迄个房东无啥想要把厝摕出来出租。另外，迄个房客因为伊的足麻烦，无保障，所以到尾伊甘愿选择就是。迄、那个要是迄、那个欠钱去买厝吼，啊，迄个背30年的房贷变乌奴吼，变成真个恶性循环这样的吼。啊，所以到底等一下出来，等一下，你卡离不出来，好，不要紧。所以这个球，咱到底要怎来处理吼？其实。迄、那个政策的建议就是安尼吼，真简单。两个迄、那个爱达迄个这边叫租屋的部分，想办法透过住宅政策来救起来吼。啊，这边这粒大球透过迄、那个软着陆的一个迄、那个像渐进式的过程，把这边压落来吼。啊，
要安尼做有啥有偌济政策工具会使行吼？第一就是迄个社会住宅、公共住宅的部分，叫做透过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吼，打迄个大量新建迄个社会住宅，也是运用迄个其他的间接的包租，也是其他的政策工具，打弱势协助诶社会安全网这部分，打建构起来吼。包括迄个住宅补贴、福利输，结合福利输送啊，要迄个就业的协助。啊，第二部分是发展台湾的租屋市场吼，啊，权利义务的时候，台湾的租屋市场的个规范啊，安全还有保障吼。第二，咱嘛是爱扶持台湾的租屋服务产业，也是大家台湾的这房东的迄个专业的迄个力量集结起来吼，符合经济规模。因为台湾的租屋市场有一个特性，就是大家拢是迄个个人经营的小房东为主，这项迄个其他的国家伊有迄个一定的比例是有经济规模的租屋的经营，这部分台湾的特性无啥像吼。啊，第三一个上重要，但是嘛是上歹做的，就是安那达这条迄个购物的怪兽的大球慢慢啊达压落来吼。啊，这部分包括迄个资讯的揭露吼，就是讲迄个因为即马所有的迄个买卖资讯拢操纵伫遐开发商，也是迄个建商的迄个也媒体。手里吼，伊拢报喜不报忧，拢讲好的消息，啊，近期歹的消息，伊拢袂互你知吼。啊，第二，就是透过金融调控和金融管制的手法，让伊差袂起来吼。啊，第三是税制的改革。为什么这部分这重要吼？因为台湾的房地产的差价管，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迄个房地产的税是全世界上低吼。特别是这个持有税哦，房屋税和那个地价税这部分是迄个全世界上低，差不多其实就是欧美先进国家的十分之一呢哦。因为税只有十分之一哦，再加上那个房价那个科坦哦，所以你无把税丢起来，因的是伫这个那个购物市场内底到处炒作探险哦，伊就是不爱那个。不爱放来租屋市场，啊是就是迄、那个即、那个炒作的游戏也不断的继续在迄个进行吼、哦。好，所以咱的做法是安那，其实迄个足简单吼，迄、哦那个就是主要迄三个区吼、哦，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咱透过广建社会住宅吼。哦来迄个协助年轻人他们弱势者吼，吼以有居住权的保障。第二，发展他们更转单的租屋市场吼，扩大租屋市场的诱因，然后他们租屋市场的权利义务吼以有保障吼。啊，第三就是购物市场吼，爱交易正常吼，然后减低居住的风险。另外，得透过税制和金融的手段来给予一些管制吼。啊，最后，迄、那个，就是讲，甲予新政府的建议，这部分新政府一定纳入住宅政策哦。所以基本上是伊要认真做，唔认真做哦，租完有够，唔无够哦，这部分较简单。啊，租屋市场基本上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哦，因为迄、那个目前的迄个市场哦。市场本身不是迄、那个，不是政府会使控制，更何况伊是房东跟房客的一个平衡。然后本身台湾租屋市场的病症敌对吼，其实咱要未完全掌握吼，所以健全租屋市场这议题，其实爱得用较侪时间，还有较多发展出来，所以这部分迄个急不得啦，无法度紧。啊，第三，迄、那个购物市场的部分，这部分议题较明确，但是加着也唔加着吼，因为毕竟这部分是挡人财路的事情吼、哦。你迄个税来扣落去，金融管制落去吼，一定有这些更凶的跳起来吼、哦。所以这部分是加着还是唔加着的问题安尼吼。好，啊，结束之前我讲一个故事啦吼，迄、哦、个以。我们在讨论租屋市场的时候，大家都爱讲德国的例子吼。啊，德国是安尼吼，德国伊的
迄个房地产的市场是安尼。德国连医生、律师这种迄个高阶的白领阶层吼，伊拢是用迄个有足侪用终身租厝的过程话吼，伊唔免去买厝。为什么？因为租厝就有品质，就有保障。哦，伊无一定爱去买厝为证。哦，啊，德国安怎做到？哦，伊是迄个国家的政策，哦，强力的迄个健全跟保障租屋市场，哦，让哦房客就有保障，哦，租期有保障，租金嘛袂乌白掉，啊，徛的品质啊足好，哦，所以伊无一定爱入去买厝为，哦，啊，而且德国伊是国家的政策有意识的抑制买卖的不动产的市场，哦，所以伊迄，那个伊的整个产业政策伊也无鼓励你去迄，那个去起厝去卖给人，哦，啊，你买特别想要买厝的，伊的贷款伊的条件伊也无互你足好的条件，吼，无互你足方便，所以伊有意识的是要发展租屋的政策，唔是购物的政策，哦。甚至就是讲，你伫德国咧炒房地产炒袂起来，吼。去年有一个网络的消息，叫做迄落个，为什么吼，中国的遐个炒楼团吼，横行全世界去炒人的房地产，人用啊，规个国家乱吵吵，为的伫德国断羽而归，因为伫德国无利可图，吼，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你国家的政策是要安怎发展你的发展你的迄个社会经济，还是主体的政策？这其实也在选择。啊，德国是选我要发展租屋，我无爱是购物的一个政策。啊，咱的迄个房子地产的建商上爱讲啦，讲迄个房地产是火车头的工业，你若房地产无起来，你经济就会倒。吼，啊，即马一定。都中心的公司种的吼，啊，德国倒无倒，德国全世界伊是第三大经济体，全欧洲上大的经济体吼，啊，伊的经济有安那，有因为房地产，伊无爱把房地产的这产业就倒无，伊的经济倒较好吼，啊，为什么伊安尼？因为伊感觉这种泡沫性的房地产不是一个好的产业，所以伊尽头去德国的政府，伊就无爱这个产业，伊监管扶持的是一种迄个正常的经济发展的产业，伊无爱这种迄个泡沫性的投资业的产业这样。好，安尼我先提供分享到这。